求了，求求，再滚，再滚。那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直接踢，还是我们可以先把它停下来？先把它停下来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因为场地很小，然后球门很近，我们可以直接去踢里面试试看射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学校之后，我们还有机会再继续出来跟新的小朋友、别的小朋友比赛。那我们回学校之后再努力一起练习，好不好？练得更厉害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